这个吗？21公分。烤盘好先生的烤盘，好先生生烤盘40、43、44吧，乘以30、33或34之类的，反正烤完一定至少有40乘以30那么大。
Thank you.
三分钟蛋糕会出炉。闻到香气了，蛋糕要出炉了。哦，烦了。来了，嗨，你好，你是谁呀？蛋糕出来了，对对，蛋糕出来了。我们要来一张纸，然后怎么把它翻面了？好，什么东西？然后小心记得烫。唉，蛋糕出炉之后呢？有很多冷却架，先把它算一下。这个中间黑黑的，就是因为后来看它没有上色，然后调超过170，然后就变这样。如果你是慢慢烤的话，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然后这个是这里很多冷却架，这个是惠而通的，有两款，一个是银色，一个是黑色。黑色就不粘了，然后这尺寸大概40×25公分左右。好，这个它是有一个角角，然后这个的特色在它是一个一个，所以小东西就不会掉下去。好。这个是日本买回来的这个烤盘，好，这个烤盘，哎，对啊，这个尺寸是40×30的吧，大概跟我们烤盘差不多大，所以我现在出炉之后呢，已经把它摔好了，好 ，OK，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拿起来，好 ，OK， 撤退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应该是等它冷却会比较好，好，不然会有一点那个湿气。嗯，因为我这个等一下要用，电风扇太强。刚刚底火太强了，有没有？烤比较久一点点，我没有去拿。OK， 我给它吧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把它烫了之后，放在这个冷却架上面烧透。然后接着呢，我这个是要打鲜奶油的。鲜奶油，所以呢，什么材质？纸浆啊，
就是纸浆，100%纸浆，然后它做成不粘的吧。其实这个我后来发现，我们昨天开的那个团还不错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来是整张摊开，那我们昨天讲的是抽取式，反而比较方便一点，而且比较卫生。像我这个摊开了就很麻烦，就尽量赶快用掉，不然就不要碰到脏东西。好，那哎呦 ，OK， 我另外一个团还没洗干净哈。所以呢，我先用这个把它打鲜奶油，哪里买得到？材料好像就有啦。可是不是每间啊，有大部分是白色的吧？对啊，不沾的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加进去。需要我这样子可以做，呱呱，你看呱呱又几十克跑出来了，好，剩下这些 ，OK， 剩下就不要了，好，再来。哇，快11点了，救命欸！常常失败什么意思？不懂欸，蛋糕卷失败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失败？而且失败是为什么失败？长成什么样子？这个你问的问题太大了，我觉得跟配方没有关系耶，通常是做法啦。等一下，哇，这包比较浓稠，比较油哦。比较香，粉油粉香。大哥 ，OK， 640太多了。然后这边的糖，烤蛋糕失败怎么样？失败啊！你要看是什么样子的失败啊！因为你这样讲失败，其实失败原因很多。所以你要看是什么样失败，你到底再去研究到底是为什么，是消泡还是我不知道啊，反正你就要看，还是说你有沉淀还是怎么样啊？因为等一下我跟你讲话，我会忘记。好，其实我觉得，通常我建议啊，就是说你麻烦你可能不是太熟就是没熟，那就是烤温的问题啊。所以那是你判断出炉与否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太熟就是没熟，太熟就是你烤太久了，那你就要记录一下烤太久是几分钟啊，你的烤箱用几度几分钟，然后烤那么久，哎呀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不熟，你是不是就要加时间或者是调温度？我觉得你自己要去做一个记录，就是说。比如说像我今天烤，例如啦，我们这么讲哈，假设你烤，你用别人温度170烤了，我不晓得你量多少，我们举例这么讲，170度烤了20分钟，结果过头，那你就试着说，哎，下次你就在顾到15分钟的时候，你就要测试看看是不是熟了没有，这样子，否则就是你判断熟不熟的标准是错的，我这么形容，那我会建议你直接可能，你可能去找老师上课，或是你有什么。这么形容好了，像来我们这边上课的人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一定要拍照或是录影，就像比如说我自己在做一样，我们加一个手机或是一个摄影机，你就录影，好，从开始到考结束之后全部录影，事后你再来检讨才有办法。这样烤盘大概是几克？其实看你厚度欸，我通常做比较厚，有时候会到看量的话可能会到700多800，不一定。那有像刚刚大概600多，对。鲜奶油，然后呢？好，鲜奶油你自己慢慢玩吧，不理你了。然后，
我叫它叫做定型膜，就是蛋糕卷的定型膜，因为它造型是半圆形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做出来那个会比较立体圆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尺寸是有30公分，所以我看一下哈，我们的蛋糕这样，我先把它包起来。我们拿一张很大很大的保鲜膜，然后这样子把它贴紧边边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蛋糕怕我们粘到旁边，然后而且你如果有奶油碰到的话，可能会油腻腻的，很讨厌，所以我们就会用保鲜膜这样子把它封好，它范围大一点。好，然后昨天有人跟我讲说，有别人也在卖定型膜，那个定型膜的部分可能就是。价差不大了哈，我这么形容。我比较推荐这个，是因为有时候，大的可以当小的用，小的不能当大的用。好，这个意思就是，我这长有30公分，一般市售大概就只有21公分左右。那这个30公分有什么好处？就是说，像我一般常常在做的是，好，你们看我的蛋糕卷，我把它拉过来。长是40，这边是30，对不对？好，40、30，可以记得吗？长边40，这边30。那因为我们烤盘会多一些些，所以你真正烤出来 maybe 会有42左右，就是烤完之后又再说，所以可能会有42左右。然后这边也会超过30，但是至少一定会有40可以30。OK。好。那一个尺，来给你看，这边你看哦，从最旁边到这里有42公分，然后这边的话会有33公分，所以呢，我意思就是说，假设一般我们要做那种圆圈圈卷的话，通常我会从这边切对半，会变成30乘以20，然后这个尺寸就会很刚好，稍后讲。尺寸就会变成是说，像这个你们来看，这个是30，我刚刚讲30，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尺寸，是因为你看30这个长度刚好这个长度，然后我刚刚切对半这边是20，如果说你算那个圆周的时候，20刚好它这个直径，这边的直径是8公分，然后呢我想一下数学，圆周是直径乘以 3.14， 所以大概24多，所以我们20是 OK 的，因为比它小一点点，那也可以维持它这个圆形。所以等一下我对切之后呢，基本上我是这一片，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放进去，填完鲜奶油之后包起来。那有些人会讲说，其实他不想要那么多奶油，所以他不一定适合定型膜。其实这个问题上次有讲过，就是说，当我把蛋糕放进去的时候，即使你鲜奶油不要那么多，很多人蛋糕卷失败会在于说，假设我填了鲜奶油之后，我要放草莓、放梅果、放什么东西、水果之类的，你那个卷很难卷，很难卷。尤其你鲜奶油如果是动物性鲜奶油，你在卷的时候，新手很容易就滑掉。所以呢，会变成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辅助你，那你就会比较方便。那没有当然 OK， 就是你自己要斟酌一下你的那个力道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鲜奶油好了。现在已经快1个小时了，加油！好，然后看一下哈，我现在就把它切对半，我要的那个尺寸，20，好，反正就是对半。这个就是我一半烤盘的量，那我们先把它切开。我先这样切开，然后呢，切开之后呢，我们这个蛋糕片，然后只要小心哦，我们这个蛋糕片就可以把它分开了。它可能屁股黏住，因为很热热的。你看，大概像这样子，看不到，没关系。好 ，OK。
好，这是我们切出来的蛋糕片。那你在拿蛋糕片的时候，请小心。好，那我就把它给看一下。哦，你看你手印已经上去了，好，没关系。然后这有个纸，你看我会先把它给切。对切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透过这个纸，为什么我会特地用纸？是因为你蛋糕片直接放进去是 OK， 可是你等一下取出来可能会比较麻烦，因为你无法用手挖，然后倒扣也是 OK， 但是基本上有纸来操作会比较好，因为纸就可以把蛋糕片这样拉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跟它裁差不多，我们裁这个是差不多的大小，长度一样的。等一下，你看我做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嘞。这样子比，你看刚好放进去的尺寸。OK， 结果就这样两张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蛋糕片就像这样子，我先把它翻过来，先不要放进去。先不要放进去，然后蛋糕片先翻过来，好 ，OK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用定型模的那个方式，大概两片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再裁剪一下，就是前后的部分，因为前后都比较长，那我们可能把前后先切一下。让它可以放进去，因为我刚刚讲嘛，我这个长度是30，可是你整个放进去太长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前后边切下。切下来做什么？当然是试吃咯，是不是呀？当然是试吃。如果你在这里，我再切你出；但是你不在这里，就算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前后切，因为你太长塞不进去，反而让边边会怪怪 Q Q 哦。好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个就讲对不对？所以我刚刚讲，你看这样子纸拉起来，先不要对着，麻烦你用弯弯的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，这样轻轻的塞进去，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半圆，对不对？然后半圆，等一下奶油塞进去之后，我把它捏紧，捏紧放冷冻库就 OK 了。这个边先切。边这个纸要比它还大一些，所以我又不能讲话，因为一旦讲话就很啰嗦，就被扯半天。好，然后你看这个蛋糕烤出来，基本上等一下哦，这样子大概像这样子蓬蓬的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有片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拿一个。那个，我刚刚奶油这样子进去大概，一般我们如果这样子一半的话，奶油看你的量有没有塞东西。假设完全没有塞东西，然后你要让它做的刚刚好这样子半圆的话，大概300克左右，300克左右。然后我这边奶油已经打好，打比较硬一点点，因为，这样的话比较好处理啦。而且它没有挤花，所以硬一点点是 OK 的。大陆人叫裱花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岸的同胞说这是裱花，还是裱花？好，像这样子，就把它放进去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？就是你不用去卷啊，去抹啊，不用，就这样把它塞进去，填满。然后呢，这就是。为什么找这个东西？是因为我以前就是不会卷，哦，这是不会卷，所以我就想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利用模型。然后讲一个很好玩的事，之前我为了找这个模型，我就是大概有一个想法，就问我老公说，
因为我为什么问他，就是问不同领域的人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其实，在其他领域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东西，或许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问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，然后就会刺激有一些灵感，不是想法，就会刺激说，哎，或许找什么东西是 OK 的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有这个这样子的膜，就是人家已经量产的东西。好，好，现在你看这样，就是一半一半把它抹平。我已经不知道这种东西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描述给他听，结果他就说，你为什么不去买水管呢？我说水管是圆的啊。他说对，你不是要圆的让它整个蛋糕圆圆的吗？ 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哎，讲到这个，我等一下有个东西秀给大家看。好，然后呢，后来反正弄好久之后，我本来差一点真的要去水管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水电材料行，请老板帮我切水管，然后对切看多少钱。后来发现不对，就反正因缘机会之下，我就看到这种东西，就是在问厂商什么，然后就描述我要的。其实原本这个膜他们并不会这么用，就是不会用在蛋糕卷上面这样子用，他们是有别的用途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听到我这样讲，他说嗯啊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，就大概问一下。我说哎，刚好，而且尺寸也够我所使用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说是一个定型膜这样子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如果用 Google 查询定型膜，基本上通都是我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这样用，就是我把它我们把它想成说，哎，这个功能是这个东西的功能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慢慢的就是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那先讲就是说，做蛋糕卷，当然你如果不要那么多，我刚刚讲就是你填一点点鲜奶油之后，就开始塞水果或者你的果酱，或者是什么卡斯达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或者甚至是奶冻卷，因为奶冻卷真的很软，然后很多人他就是力道还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就会很好用。大家可以买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怎么弄？你看哦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拿下，就有个技巧，就是说像这样子嘛，从中间开始，借由这个纸是一个媒介，我们用这个纸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假设你要想，假设我是摸在纸上面，11:07，我还没做好，哎，救命啊，浪费。好，假设我是摸在纸上面，我看给大家看，这样子就要从中间有没有？你这样抓，大概就是没有空隙的时候，就代表这个奶油的量是 OK 的。然后前后塞紧，前后塞紧，然后像这边有溢奶的，溢奶我就用刮刀把它抹一下。然后这个收口的部分，等一下会是底部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丑一点点是没有关系的。然后像这个前后比较不足，我们就把它塞满。然后这样子，你的蛋糕卷就会很漂亮，就会圆圆的。然后之前有时候，比如说你可能定型的时候，如果这边没有捏好，等一下进冷冻库出来会变那个，我们就会通常这样。这个小技巧我今天第一次讲，利用这个纸把它拉过去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会圆，这样子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手在捏这边上面会尖尖的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们就这样拉，有没有？那等一下，你看这样子拉的话，是不是这边就是圆，很自然的圆弧形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再把它转过来，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怕这样子不圆，我们就把它收口收在旁边，这样子，让它自然的定型。好，哎，我的蛋糕好像快好了，快烤焦了。好，这是这个，稍后一下，我的蛋糕要出炉，稍后。等一下，啊，这个等一下哈，小蛋姐在一点了，人客啊，今年要买付我了。第二卷，好，第二卷。可能隔壁还是我在冤家，害死我。阿仔爸未冤家，我昨去上班咯，剩我一个伫厝，无小王。好啦，就把它拉出来。好 ，OK。这个这样子出炉，你看，这样基本上，熟了出炉。就很漂亮，好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就放旁边，好吧？好，我刚刚讲，你看这个圆圆的，我们拉起来给你看哦，这是我们刚刚做的转一圈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有没有很圆，有没有很圆？
有没有？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用这个模的原因就是这样，你要自己捏到很圆当然是 OK， 但是我讲的前提就是说，假设你这样很圆，你放进冰箱之后它一样会往下垂，为什么？因为奶油很软，蛋糕也很软，所以地心引力的因素底下它一定是会往下垂，所以我们才说要用这个定型模让它一直维持圆形，一直维持圆形。然后如果你在看侧边有不圆的地方，这里有空洞赶快补奶油，好，这边有空洞赶快补奶油，好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，好，看你们自己有没有需要，我觉得或者是你找类似也可以。然后那时候我老公说那你去找话筒，我说话筒什么东西，点微那个话筒，不是，然后画他们也有那个话筒，然后你把它割开或是蛋糕卷放进去，我修会体了，那个东西一定是可以，但是太麻烦而且不方便。后来找到这种人家你看已经做好的量产化的东西，不锈钢的，不锈材钢材质，非常的，你看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再做一个给大家看，好，像这样就可以放进冷冻库里头。然后你看哦，我这样手前后，利用这个纸把它粘起来。那底下的部分如果因为奶油太多挤出来没关系，看你要不要刮掉，因为等一下都是在底部。好，我们就补一下空洞的部分。好，补一下空洞的部分，就这样前后把它挤好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可以稍微，什么物件哪里来？蛋姐，我是无言，因为我无法度做两件事情。来，我们前后这个奶油溢出来的，先把它补，就是刮平、刮干净，不要弄得脏脏。然后呢，你发现你这样子的话，看，今天也在卷，嗨。其实这是小试卷的配方，只是就是看你自己操作的手法。好，然后呢，拿起来看看有没有很圆，有没有很圆，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说你像这个太直了，太尖尖了，有没有模型？我在卖啊，模型找我，我有卖，我卖给你一个540块钱，现货，我家里面还有很多。好，就是你看哦，我刚刚这样捏起来的时候，就发现比较有点椭圆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来看。放下去之后呢，看哦，其实这是因为 FB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是用自拍镜头，所以它整个画面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大概这样看，你看稍微把它往旁边用纸这样拉，往旁边，好，稍微转一下，它整个就会比较很圆了，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这样子就会很圆，然后旁边勾的奶油麻烦去掉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放进冰箱里面，冷冻库就很 OK。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东西，等我一下。我在找这个定型模的时候，我还想过很多东西。噔噔，看到吗？这个，你知道那时候买了多少个？这么多个，因为不知道尺寸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买很多个。然后包含这个塔圈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哦，只是这是7公分的太小了。好，谢谢，贺成交，感谢。要订购请打这个电话哦。好，等一下。看一下哈，我讲一下，反正今天时间还好，就等一下放冷冻库，趁这个今天有，我跟你们讲，当时我在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试想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做烘焙哈，其实有很多，我们只是就像我讲，就是我们都只是妈妈，我只是做好了，不一定要研究那么多，然后希望说有一些工具是可以方便我操作，不用技术程度不用那么高的，好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在找这种半圆形的东西，然后那时候我找到的是说，假设没有这个模的时候，一开始我的发想是，你看这个圆圈圈，这是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7公分的，我的尺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是慕斯圈，直径，这个是9公分，这个是，果然7公分 ，OK， 好。那我那时候发想是说，如果我自己卷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看哦，如果我要让它在冷冻库变得圆圆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就是用这个这样子，把它套住，有没有？这样套住之后，它也可以变很圆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有一个限制，就是在于说，像我买的是9公分，你有没有发现狼狼？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这个直径的关系，
我应该八公分就好，因为它现在就有点狼狼，所以你变成你要准备很多很多不同的模型，那这样子又太那个了。因为九公分其实是比较适合，如果我们用 No 字卷的形式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像这种，后来我们才找到，就是说像以这个来讲，就是八公分。八公分最刚好的原因是在于，假设今天我的蛋糕片是再大一点，比如说你28×28 ，OK， 可不可以用？可以，你的卷会比较大，或者是你多出来的这边，你把它往里面插，就变成是一个那种弄字型的卷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今天差不多介绍到这里，我这两个要赶快放冰箱冷冻库了。其实我早餐都还没吃完呢。好，然后那个就是之前的故事，我们就不提了。然后这一片怎么办呢？浪费啊，这一片怎么办？这边就不要问我配方，因为我是乱做的。小心哦，桌上有刀子什么的，尽量都小心，不要小心乱刀，流血就不好了。好，你看我刚刚我们底下有塞那个蔓越莓，还有点沉淀，好，没关系。这片也是很软。这个是实验的，所以就这样吧，不理它。好，然后如果是你要自己卷，那就是变成这样，这样子，一般都是这样，然后就是这样卷。这两天要讲这个抹刀，抹到 L 型抹刀小只的，好，我讲一下，就是它可以当戚风的脱模刀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要抹奶油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！我之前抹那个有点出水，你看我蛋糕太热了。抹那个红豆也是，你看蛋糕太热了，现奶油上去就会死掉，所以一定要让它冷却，好吧？今天这个失败了，不理它，我等它冷却吧。那就聊到这里了，拜拜。